我刚才刚来之前，我在那个电梯间看到了世南大哥跟云林姐。世南大哥就问我会唱苦韵歌，然后我唱一句好了，因为我们没有准备，我们没有准备的。哇塞塞！평소던것도잠신거요저녁은두시에다뜨뜨여전데나나나나나어머지我唱一句就够了，给你的 ，OK。谢谢你赶下来，然后你们九点就要离开了，谢谢你赶下来看我一下。谢谢 ，Thank you so much。